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野村二郎。今天是《西游记行濑户内海》第十三集 ，Akiya 百货 Sakana Kanate 餐厅。刚看完球赛，大家肚子都饿了。有人想要吃炸牡蛎，有人想要吃生鱼片，也有人想要吃冻饭，所以我们就选这一间，可以同时满足三个人。广岛车站有分北口跟南口，如果你是要搭新干线，从北口走进去就是要搭新干线的入口，那 Akiya 就在这里。不过大家不要被地图所误导了， Akiya 百货它其实是在车站里面，算是一个共购宅。那这里是南口，南口的话百货公司就更多了，像是服务百货、 BCamera 还有鸟屋家电都在这边。那如果你要搭乘的是再来线，那你就是从南口进去，就是再来线的入口。那在车站门口呢，刚好就是它的路面电车总站，还有巴士总站也在这边。Akiya 百货也有卖广岛当地的名产哦。如果你的民宿可以自己烹饪料理，也可以在这里选购买回去自行料理哦。这个生姜卷成这样，我以为是生鱼片，没有那么奇怪的。什么声音？你等他擦完。Wasabi。Wasabi 吗？啊。Celiac. I don't know whether she was really celiac.
饱了，吃豆鱼。胡萝卜包肉是什么？嗯，胡萝卜包肉。看起来里面包生的。很喜欢吃这个有像炸甜不辣的东西，要吗？那我们点那个人气那个碗炸甜不辣。随便。八去东北，好像没有遇到什么外国人。我东北，东北比较乡下。嗯